来欢迎台湾彰化县南宁民政处处长赖志富处长，谢谢，感谢。今天来欢迎台湾保阳乡乡长许文平乡长，哇，好漂亮的乡长哦！我也好希望我们彰化的是这么漂亮的，但是我们彰化是帅气的啦。好，再来呢，我们来欢迎我们永平村的村长施永玉村长，感谢，谢谢。过来来欢迎到咱东安寮十二镇大总理陈景田大总理，谢谢，感谢。过来嘞，来欢迎到咱东安寮文化协会理事长陈林坤理事长，谢谢吼，咱理事长带领到咱的东路，哎，这会来努力，非常的感谢。过来来欢迎到咱保阳乡啊，咱保阳乡咱的乡民代表刘秀梅代表，谢谢，谢谢我们的秀梅代表。过来嘞，来欢迎到咱保阳乡乡民代表黄树锦代表。哦，谢谢啊，在哪边？哦，好 ，OK。再来呢，来欢迎我们的我看一下哦，再来欢迎我们同安寮福安公单的主委陈永聪主委，我们的团长，谢谢。呵，过来嘞，来欢迎到咱元玉实业董事长陈生潭董事长，感谢咱的董事长。过来嘞，要来欢迎到咱的丰明集团董事林秀梅董事，谢谢。过来嘞，欢迎到咱的新兴工业公司施天丁啊，来我们的代表，谢谢。过来嘞，咱的大友村，咱的村长李广景村长。哦，村长，恁喺大友社区做了真好，吼，即个全台湾县拢有娱乐点。过来咧，要来欢迎到咱龙林老师林连姑老师，老师很低调哈，哦，好，修道人都非常低调。好，再来呢，欢迎我们的顾问康和竹顾问，来顾问，好，再来呢，我们的卢德昌顾问。谢谢，感谢顾问。再来，来欢迎到咱的卢木生顾问，感谢。哇，咱这顾问也当讲出钱都出来了。再来是咱的顾问，是咱的林财源顾问，谢谢。再来呢是咱的张元昌顾问，感谢。再来呢是咱的康文耀顾问。好，再来呢，要来欢迎我们的福伦社，我们的黄玉国社长。哇，社长好年轻，好帅气啊。再来呢，我来欢迎我们狮子会，我们的吴建军会长。谢谢。啊，是不是咱邀请咱的贵啊，该个咱的贵宾伴只红莲的哈？谢谢，啊是各家香花，谢谢。好，那现主席咧要来邀请到咱的彰化县政府民政处处长赖志富处长来为我们致辞。哎，要予乡长先呀。啊，讲一个啦，甲阮祝福一个啦，好不好？乡长先哈，来，咱欢迎到咱的乡长许文平乡长，谢谢。诸位，那个咱的赖副民政处长，跟咱的团长，跟咱在座神仙的菩萨企业家，跟咱福安公的陈永聪主委，跟咱各位神仙的菩萨，大家早安，大家好。好。今仔日龙树福安宫吼，咱的兴建工程。电机动土大典啦，哈，我非常欢喜。其实你要买这块地时阵嘛是非常的困难啦，哈，因为这个砖头才30块尔啦，哈。啊，所以今仔有这个场面吼，咱嘛要感谢咱妈祖的灵感，啊，咱主意哈的用心啦，哈。啊，阮这主意阿伯哈，真济岁哈，我看伊逐天拢在做啦，哈。啊，其实伊拄仔甲我讲啦，哈，伊讲伊甲妈祖讲吼，你要起庙，你爱去搞种天会啦，啊，无我拄仔无法度徛到遐灵哈。啊，其实这是一个开玩笑话，希望大家吼出钱出来来甲阮楼主斗相共，因为这是十二镇车马座最后一个版图啦吼。较早咧车马座时拢伫路边，阮嘛是安尼搭破房围墙，啊，阮个新庄无家己的厝安尼，所以这是应该也是十二镇最后一个版图啦吼。所以吼，我们公主这边我们也会竭尽所能来协助，啊，祝福今天的。工程哈，动土大礼哈，圆满成功。在座的与会贵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
谢谢，感谢咱的乡镇彰化县政府，咱的民政处处长赖志富处长为我们支持。东安寮陈宇征啊，咱的大总理陈道总理，还有咱陈理事长啊，还有咱台湾公安陈主委，啊，咱头路啊，在企业家哦，咱原立的陈董事长啊，后面那个董事长，我看到还有我们新进那个董事长，啊，在这咱船长代表，还有咱花莲乡的这些顾问啊，技术人员，大家早安，大家好。好贵宾哈，我们彰化县政府的秘书曾秘书长在听哈，啊，今天很高兴，也很荣幸，代表咱的彰化县的大家长王惠美县长，哦，来参加我们同安寮土安宫的新建动土大典。啊，这一次我们看到我们同安寮十二庄这个妈祖的文化，哦，也是列入我们五行文化资产，这是咱非常不简单的一件圣书，啊，啊，今天你妈做的庇佑，啊，我要来。透过咱的主意，以咱所有贵宾的道三工啊，我妈祖有一个啊，咱当信仰的中心啊，透过信仰，把咱的社会会当祥和安利。啊，在疫情时代啊，咱大家拢爱把身体先挂好啊，看到今仔大家防疫工作啊，当然后疫情时代，那么爱更加多的增加党托，把咱带动我们整个地方的再度繁荣。啊，如像你讲的。这是一件真无简单的代志，啊！咱保阳在咱乡长的带领之下，吼，大家各项建设，大家拢看得到。当然，希望我们彰化县政府嘛，可以跟大家共同来打拼。美好彰化，希望城市，大家一起努力。啊！大家看到妈祖的神威，哦，神威显赫，保庇众生，信众满天下，幸运团万里，一方是一点幸福兴旺，把咱大家会当。在这个所在安和努力过着幸福的日子啊！啊，今仔以祝我们今天的动土原理会当圆满实施啊！大家所有一位贵宾身体健康，家庭和乐，万事如意！感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我们民政处处长赖志富处长，再来咱邀请到咱的诸位主委哈康主委来为我们支持，掌声鼓励。同安寮十二镇的大总理哦，啊，咱福安乡的主任委员哦，啊，啊船长哦，永平船长、大友船长哦，啊，以前一块企业家哦，有恁的鼓励，有恁的支持，才有阮今仔这个场面。所以我今早代表阮福安镇向大家深深一声谢谢，希望以后会当继续给阮支持，予阮。和安中会当按顺利来完成，这是阮的心愿哦。啊，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啊，企业家会当日日是上升哦，会当赚较侪钱嘞哦。啊，这是我的希望，我嘛甲马祖部哦，甲伊祈求哦。今仔的做人有来参加的人，大家都有一个奖品通摕转去，就是啊，互你身体健康。事业搞好，你大赚钱，你看好不？好，谢谢，感谢，谢谢，感谢我们的康主委，谢谢。过来，被来邀请到咱东安寮这里，正咱的大总理陈景田大总理，我们支持，掌声鼓励。你好，阿叫企业家阿跩技术员，大家好。好，我东安寮这里做大总理，我做21年啦。好，我手头有6间庙啦。好，啊，即摆都是社尾啊，楼主即小公馆。哦，放上尾，但是诶，这个楼主吼，普安宫无简单啦。我当找了这向阳这大这大所在，咱来感恩，关来感谢咱我姨丈，啊，就是主任委员，吼，康万基先生，谢谢。你发到咱安尼无安尼哦，无简单啦。哦，我刷了伊听你讲吼，无啥够钱，但是我直接甲讲，庙若起落去，钱就我来，钱就我来，你拿起钱就拿我来。所以姨丈话，哎，关来主任员，你免放心啦，这日落。要甲起，哦！你十二镇吼，即个全部拢有庙，哦，啊，跩神尊在妈祖，拢暗中庇佑，哦，以上报告，谢谢。谢谢，感谢到咱的大总理，过来要邀请到咱永平村的村长施永玉村长，谢谢，欢迎我们的村长来为我们致辞，谢谢。给咱主任委员哈，啊，咱乡长，给咱。政府的行政科长，以及在座咱有咱东安寮大总理，
以及跩长官、跩顾问以及跩技术，啊，佮有咱团民吼，啊，即个伫咱罗厝来起即个即个破案中吼，啊，拄则有讲过，讲个即块真水、真向阳的即个土地啦吼，啊，尤其是由咱主委。甲跩技术人员来发动，来买土地来起楼，讲起来非常的无简单啦吼。尤其是咱看会到的，就从咱讲要起楼的时阵，就咱跩村民就非常的欢喜安尼吼，大家感觉迄个心就是吼，拢有共同迄个共同的心肝好，我一定要甲起楼好安尼吼。啊，所以佫包括。哦，咱在做，哦，咱在，哦，咱在企业家，哦，咱在董事长，以及哈，大家在信教，大家斗三工哈，啊，所以伫遮，咱祝福咱保安乡会当顺利完成哈，啊，同时嘛祝福咱在贵宾以及咱在村民，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心想事成，大赚钱，感谢大家，谢谢。感谢，感谢咱的团长，非常的感谢，谢谢。好，那现主持咧，要来邀请的贵宾，咱要来做咱的天台的，叫咱的祭奠。有请吼，咱的主委，请来徛中位。过来咧，要来邀请到咱的乡长，来乡长这边请。好，兵雄冲，党土团拜，罗厝破万疆，建庙党土团拜祭奠。典礼开始，礼炮组请鞭炮，邀请到咱的主理委员康万居先生请举杯，另外呢邀请到咱中华咱的乡长许文平乡长请举杯，另外呢邀请到咱彰化县县政府民政处处长。赖智副处长请举杯，另外呢邀请到咱十二中啊，东安寮十二中段总理陈景田大总理请举杯，来邀请到咱的贵宾陈生涵贵宾请举杯，另外呢邀请到咱的东安寮文化协会理事长陈林坤理事长请举杯，另外呢邀请到咱的保阳乡乡民代表刘秀美代表请就位，再来邀请到咱保阳乡乡民代表黄树锦代表请就位，另外呢邀请到咱东安寮焕江主理委员陈永昌主委请就位，另外呢邀请到咱的丰明集团董事林秀美董事请就位，再来邀请到咱的新兴工业公司施天丁代表请就位，另外呢邀请到咱大友村村长李广景村长请举杯，再来邀请到咱的龙林老师林林哥老师请举杯，另外呢邀请到咱的顾问康和祖顾问，以及到咱的卢德昌顾问、卢木生顾问、林财源顾问，以及我们的张元昌顾问，以及我们的康文耀顾问，以及邀请到咱谁哦？咱谁主会？咱的。吴建军，咱的会长，以及咱福伦社，咱的黄玉国市长，个人邀请到咱的胸部干事柯金条干事，以及咱的胸部委员詹永金委员，财务长卢习烟，总务卢正明，以及第二楼主康满基，第二头家叔叔林长达、蔡世章、许金朝、郭江西。开专体委员干事石峰众神人进入领顶，请上位，弟兄请分享。行，献香礼，全体一拜，一献香敬拜，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再献香敬拜。祈求蓝天百合，露露清祥，三献香敬拜，祈求建庙过程平安顺利，早日完工，弟兄请停香。
咱清香插到路，不比咱所谓旧罗花地主拢会当有事业好前途。啊，咱邀请到吼，咱所有后壁的啊工作人员，帮咱的香团甲咱的香饼，啊，咱的天台桌顶，以及咱的五爷将军啊，拢要来香吼，要来插到咱的清香哦吼。啊，咱香若收好吼，啊，再来甲咱讲一个感谢。花邀请到咱的主理委员康万基主委，请上位。停，献华丽，全体献，再献，感献。香花天出富贵春，艳艳鲜红平水云。烛光照出满堂彩，敬奉九霄大罗尊，雷声请停花。停，献果礼，雷声请进果，邀请到咱的乡长来献果。停，献果礼，全体。回乡献成果，八仙四福无限好，经济天生四在利，春夏秋冬是尽在宝，人生请停果，有献歌请服位，停献典礼，咱邀请到吼啊，咱的中华关管建户民政处处长赖志富处长请上位，并献顶礼，得先请进顶。请献顶礼，全体献，再献，三献。上宫造谣莫昆修。万赞香灯迎圣温，先生元神上光彩，福流人间庆太平。雷声请停灯，主献歌请服位。停献酒礼，雷声请敬酒。俺邀请到吼，啊，咱的大总理陈景田大总理请上位。停献酒礼。全体献，再献，三献。美酒敬献圣主情，酒甜味香暖心田。美酒马祖来献献，国泰民安是喜乐年。雷声请停酒，主献歌请服位。平衡抓台上玻璃，邀请到吼啊，咱的园艺事业董事长恩坛董事长请上位。平衡抓台上玻璃，李先请进抓台上玻璃。平衡抓台上玻璃哦，全体先再先。三篇，五路在行更真灵，天保在靠十万树兴，树龙刚上道德里，进财进福十万树兴，雷声请听传台上报。有献歌请服位。主委来共托文书，雷星，请进文书。主委员请跪，全体请服手，咱头来打好啊啊安尼吼，全体请服手。
当土地福建章，福以天地运行，万灵尽在好万里。五行上升，日月之光照光明。今日南翔福州，中华民国报到台湾，中华县保岩乡地号288289号，金平村罗厝普安宫，普安厝普安宫当土地庙。由着咱的主任委员康万基、商务干事郝金雕、商务理事陈英京、委员新兵坤、吴佳莹，以及着咱的卢永江、卢瑞龙、钟方植、卢建发、卢延松、卢水和、林长达、卢正佳、卢文一、卢世强，以及着咱的财务长卢习烟、总部。卢正明，以及着吼，咱彰化县咱的县政府民政处代表赖志富，保岩乡乡长许文平，永平村村长施英施永玉，以及着咱东安寮十二镇大总理陈景田，东安寮文化协会理事长陈林坤，咱的乡民代表刘秀梅，乡民代表黄树锦，以及着咱的东安寮化工主委陈永聪，云玉实业董事长陈孙涵，丰明集团董事林秀梅，新兴工业公司施天丁，大有村长李广景，农林老师林连姑，咱的顾问康和祖卢德昌。卢木生、林财源，以及着咱的张元昌、康文耀，以及着咱的吴建军、黄玉国，开咱合掌，众神人心入灵顶，分享开手，天神恭请，玉皇大帝、三官大帝、托付九雷高皇大帝，本境普安宫天祥圣庙，先天上帝保护千岁，千里眼顺风耳，逆大将军。我地正神，土地尊神，各地地基主，今日遵照圣师，今日良时举行动土典礼。上禀天地众神，翻江动土兴建，恐扰地良建筑，土地尊神未免会来冒犯，惊动性格。天必清香礼酒，香果花炮，金银财品，拜谢众神。好有稳定，祈求保佑工程顺利圆满，人员机械平安和顺，天地万神皆属福禄，开工动土大吉大利，天运普降，所求如意，大降吉祥，天运岁处新丑年，11月18日，必拜上苏，全体天运三拜。天文三百专题，拜，再拜，三拜。主持人请鼓声，提醒请停手。专题再向着咱玉皇大天尊、三官大帝、土府九雷高皇大帝、天祥圣庙、千里眼山里二代将军、开学殿文武主席行三鞠躬礼，全体鞠躬，再鞠躬，三鞠躬，例行请鞭炮。咱在此来邀请着咱的长官。